佛爷，你在帮谁打气呀？我在运动啊。那你这样子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个力把你拉回去？有啊。是什么力？你知道吗？谁知道？啊？猜猜看，猛一拉是屏上还是屏下的绳子断？话要怎么挂，绳子才不容易断？注意注意，绳子不是绑越紧越安全。请锁定这集《拆开学》。喂喂，你知道谁让绳子很紧张吗？啊？什么？绳张力啊。哇，踹科学！人不分男女老幼，高矮胖瘦，地不分南北东西，街头校园还是出来的，全民一起踹科学。我刚刚就看你一直在研究这个人到底在苦恼什么。科学面给了我一个瓶子，里面装的水，上面牵着一条绳子，下面也牵着一条绳子。他要我研究哈，我这样子快快拉跟慢慢拉会有什么差别？然后这个差别的原理是什么？是哦，那你研究出什么心得了吗？就是我快快拉跟慢慢拉，绳子断的位置会不一样。然后呢，毕竟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科学小王子嘛，我当然知道这其中的原理啊，只不过哈，我也不是很确定啦，所以我怕我讲出来误导大家啦。哎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有问题我们当然就要来找救兵啊。可以啦，赶快啦，来求救吧。好吧，小高手，我们需要你。我们要找的科学小高手的第一位哦，我觉得应该要先拿一个超聪明的朋友。我想到了，就是鱼心。Hello， 伟姐姐、博文哥哥好。如果我下面的绳子瞬间的往下扯，请问一下，是下面的绳子会断掉，还是上面的绳子会断掉呢？下面你抓着它先施力的话，上面那一根绳子应该会被连带着先扯下来。一、二、三。哎，鱼心不是鱼心，当兵。接下来要来帮助我们的科学小高手是厨王亮亮亮。耶 ，Hello， 快拉的话两边都不会断，拉，断了，下面断，没有关系。好，接下来要来帮助我们的是阿凯哥哥。慢慢拉的话，感觉应该是断在上面，你拉它，它就会有一个反作用力要去拉它。耶、yeah, ！我觉得好棒哦，谢谢凯凯。好，现在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科学小高手，他是秉泽。如果用力把它拉下来的话，应该是下面的绳子会断掉，上面的绳子应该会都没有事，因为它不是被扯的那个。哎，真的是下面的断掉了，是不是？好，我改成慢慢扯的话呢？慢慢扯，上面的绳子就承受不了那个压力，然后就被扯断了。慢慢扯，哎，真的耶！对不对？我是小高手啊，怎么可能会回答错呢？谢谢秉泽。接下来的科学小高手是重源。如果慢慢的拉的话，我当然是觉得是上面了。你手在下面拉，对于上面的线而言，它受的力是这个物体加上你手的拉力。对耶，是，瞬间拉力啊，会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有可能下面线会先断。一、二、三。我要打电话给我妈，我没有让她丢脸。哇，谢谢所有的科学小高手，我觉得大家都好厉害哦，真是太给力了。对啊，而且这样好像帮我们已经归纳出重点了，那不然我们就直接去找科学妹好了。有信心的哦。有了有了，走走走走。我跟你说，你啊出了这么难的题目给我，但对我来讲太 easy 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跟你解释一下哦，就是啊，当我拉下面这个绳子，快快拉跟慢慢拉断的位置不一样嘛。快快拉的时候呢，这个绳结啊，因为受到了瞬间的作用力太大了，它会撑不住，因此下面的绳子会断掉。但是啊，如果我慢慢拉的时候啊，上方的这个绳子呢，它会承受着瓶子本身的重力，再加上我下方手的拉力，然后因为太慢了，这个拉力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上方的绳子就会受不了而断裂。不过你答案其实很好，
但是，少一个关键。什么？我这个里面已经有五个人的答案统整起来了，还少一个关键。对了，我刚刚去问了别人。好，没关系。其实呢，上方绳子或者下方绳子会断裂，其实还跟绳子张力大小有关系。可是同学们，什么是张力啊？对啊，绳子有张力吗？我只知道我的脸很有戏剧张力。你们看，酸梅、包子。你戴口罩，人家看不出来。好笑。不是，我指的是绳子上的张力呢，是一种可以量测的物理量。好像有点难懂哎，那不然我们来认识一下吧。嗯。认识张力的三个特性。好，这有一条橡皮筋绳，那请两位先帮我拉住一端。好的。你说这样子拉住吗？对。好，现在请两位慢慢的往外，用力拉。拉，用力。有什么感觉？我感觉好像有人一直想把我拉回去。对，就会感觉好像有个力量在往这里想拉回去。对，没错，这个就是所谓的张力。这个想把我们拉回去的力量叫做张力。张力哦。所以张力呢，其实还有两个特性啊。第一个呢，刚刚呢在这一点上，就是你施力向外拉。对。那绳子把你往内拉，好，这个就是张力的方向。张力的方向就是跟你施力的方向相反。这样子的话，就代表说我的拉力和张力是相反的。如果我的拉力越大的话，张力也就越大咯。很好，这是张力的第二个特性。所以你施力越大，你的张力也就会越大。好，那接下来我再考考每个问题好了。好。好，现在呢，如果两只手拉住这个橡皮筋，那如果现在把它向外拉，你们觉得哪个地方张力比较大？张力应该，我觉得就是靠近手的地方，因为刚刚这样拉的时候，就是橡皮筋的地方很紧。然后我觉得中间的张力是最小的。好，那我们来实验看看。那待会你们就仔细看哦，上面橡皮筋的长度的变化。好，那用力拉。一拉。你们看到什么吗？哎，怎么靠近手的地方没有比较长啊？它每一节好像都蛮平均的呢。不对啊，那不就代表说中间的张力跟旁边的张力是一样的？没错，同一条绳子上张力大小都一样大。所以这是第三个特性，大家记起来了吗？第一个就是张力跟我们施力的方向是相反的。第二个，当我们施力越大，张力就会越大。第三个是原来在每个点张力都是一样大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张力的三个特性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解决刚刚那个瓶子上。上面绳子跟下面绳子，它们的张力变化，来讨论它怎么断裂的。好哎，全张力决定瓶上绑绳断哪里。哇，现在这个实验装置看起来是不是把保特瓶改成这个汽水瓶了？对，没错。还有呢，我会把上面跟下面呢，把绳子用橡皮筋去做替代。为的就是看我们的张力变化。那我们就来做实验喽。好。这样子看比较清楚。好，那我慢慢拉，你们仔细看上下两边的橡皮筋的长度变化哦。感觉啊，两条橡皮筋哦都有被拉长了，但是呢，上面的橡皮筋还是比较长一些，很明显。现在上方这一条绳子的张力呢，它承受的就是这个瓶子本身的重量，还有下方这一条绳子的张力，对不对？没错。所以呢，如果这时候继续往下用力拉的话，那会发现上面绳子张力会大到会让绳子断裂。这就是为什么上面绳子会断裂的原因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哦。你刚才一直讲张力，我就在想跟这个实验有什么关系？真的是因为绳子张力的关系。没错，这是慢慢拉的情形。那待会我们来看快拉的情况，又不太一样。那我们要先换个实验装置。好。那上面呢是跟刚刚一样，还是有绑橡皮筋来观察它的张力变化？那下方呢改成是没有橡皮筋的，就只有单纯绳子而已。那我们观察的重点是要看哪里？那就仔细看整个它有没有什么变化。好，我来观察。来仔细看哦。OK。1、2、3。刚刚会发现，就瓶子它没有什么改变，可是下方的绳子却断掉了。对，因为慢慢拉的时候呢，整个瓶子是会这样子往下的，上面的张力会变大，但快拉的时候，连橡皮筋的张力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对，没有想到为什么瓶子不会动，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知道，是因为惯性。Bingo， 没错。为什么它不会动？就是因为我快速拉扯绳子那一瞬间，它因为惯性留在原地而不动。如果说不知道惯性是什么意思的话，就是当一个物体啊，它抗拒它的运动状态被改变的这个特性就是惯性。这样我想到了啦，就有点像啊，我们在拉这个桌巾的时候，桌子上面呢如果有个瓶子，但是我们一拉，瞬间只要一块的话，瓶子它就会原封不动哦。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关键因素吗？对，没错。你刚刚是如果加了这个惯性之后呢，你的答案就会变得很棒。可是不对啊，我这个这样子快速拉。它为什么会因为惯性留在那边？当我们快速拉扯的时候呢，瓶子会因为它的惯性留在原地嘛。
那下方绳子瞬间拉，那车要这时候张力瞬间变大，但来不及让上面的绳子哦，还有它的瓶子移动，它就断裂了。有点像那个高空弹跳，是不是啊，同学们？对，就像高空弹跳，你就慢慢往下掉的过程中，掉最底端，这时候绳子是有张力把你拉起来。对。那如果说他没有拉住我的话，哎呦，阿弥陀佛，这个后面我就不敢再想了。真的。国元伟伟踹科学，真金不怕火炼。有实力的主持人经得起科学考验。伟伟，你刚刚嘲笑我的戏剧真没张力，对不对？好，那换你啊，换你啊。来，老虎、狮子、恐龙。你的这个演技还敢嘲笑我的专美？我有一些你知道小巧思在我的手的部分，你不管你的啦。不愧我的蔡科学，科学妹，请出题。大家好，我是最懂张力的灰色战士。我知道老虎。狮子。不，我是蜘蛛。你说的是蜘蛛，但是蜘蛛啦，没礼貌。我开玩笑的啦。灰色战士，现在我们都很懂张力了。好，回到正题，那我们今天是要做张力的考试。好，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实验装置。那上面这是一个定滑轮，是。然后呢，它跨过一个绳子呢，好，绳子一端好挂着砝码。另外一端挂的是弹簧秤，是。那弹簧秤的目的呢，就是测量好绳子的张力。好，请问定滑轮不同角度的拉法，张力会有什么变化呢 ？A， 好，角度越大，张力越大。B， 好，张力都不变。C， 角度越小，张力越大。好，请抢答。哎呦喂，我觉得答案就是 B， 因为我刚刚都有认真上课，就像刚刚有学到的，绳子上面的每一个点，它的张力大小都是一样的。我也是选 B 耶，然后我的理由跟你一模一样，因为刚才才学到了嘛，张力大小是没有变的。对呀，两个答案都非常的好，那答案就是 B， 好，张力都不变。我们两个很棒吧？好，那我们来做实验验证一下。好，那现在我先把它往下拉，好，垂直拉。那我们现在仔细看一下这个上面的读数，60。那我现在慢慢把角度好增加，好看一下读数有没有什么变化。一样停留在60。真的？真的。好，可是是不是真的？只要高过于90度，它的张力大小就不一样了。好，既然我们刚刚讲的，同一条绳子上张力大小都是不变的，所以不管你怎么拉，基本上只是换个角度一样，所以它是不会改变的。哦，是这样。现在目前1-0，我们要进入第二题喽。那这里呢有两个画，好，那既然它们重量一样，是，那并且呢挂绳也是一样长的，看一看这两种挂法呢，请问以下两种挂画的方式，哪一幅画的挂绳比较容易断 ？A， 好 A 挂画 ；B， B 挂画 ；C， 一样容易断，请抢答。哎呦，不能输，这次速度很快，争取要答对哦。我觉得答案是 B 挂画。我觉得是 A 呢，为什么是 B？ 因为之前呢，我们不是有做过力的那一集啊，就有说侧背的背包比斜背的背包还要省力。那是因为啊，斜背的背包除了有向下的重力之外，它还多了一个水平的力，只是感觉比较稳，但其实是比较费力的。那如果比较费力的状态，我就会觉得绳子比较容易断。因为我在想的时候啊，我是觉得哦，你看这个 B 挂画这样子的挂法啊，就觉得两条绳子分散了这一幅画的重量，所以呢，相对的就是它会比较稳固一些。那如果是 A 挂法的话，你看两条绳子这样子集中在几乎快同一个点的，感觉这幅画它就会晃来晃去的，所以绳子就很容易会断啊。你这题答案是 B。厉害耶，博元，那真的是像他这样分析的吗？那我来讲解一下，我用下一张图让大家看得清楚。A 挂画呢，基本上它的绳子是往上的垂直，那有一个重量向下，两条绳子呢个别分它的重量，是就有半的重力。另外一张图呢，它的绳张力是斜向的，那遇到斜向的力，我们会把它做分解啊。向上的垂直力呢，哦，基本上就是支撑它的重量，哦，所以这两边的长度应该是一样长的，哦，所以你把它贴上去，所以你比较一下，这个斜边应该比这一个还要长嘛？对，所以也就是这个张力应该就比它还要大啦。绳子的张力如果越大的话，绳子不是越容易断裂？那我有疑问哎，同学妹，像我之前啊就有买过画哦，它是这个画框啊，还有绳子啊都已经帮你固定好了，然后绳子就在后面，它为了要隐藏起来嘛吼，然后就是这样子，角度就超级大的，然后很斜，这样子的话，这个绳张力不就是超大的吗？那我应该要怎么办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所以看得出来，这时候如果你只钉一个钉子的话，这时候绳张力就会非常大，所以它基本上会把这绳子弄得比较粗一点。哦，那当然你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更好的，好，那你可以把钉子改成一个变成是两个，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左边的张力是不是比右边的张力还要再小的呢？哎，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耶，就像科学妹说的，因为这个箭头好长哦，然后呢，它比这个箭头长这么多，所以啊，也代表说它比它的张力大很多。也就是说，如果改成这种钉法的话，它就比较不容易断，因为它张力就小很多。哦，所以可以稍微自己再 DIY 一下，把它变成这样的话，会这幅画会更牢固喽。对，没错，两个讲的真的很好。谢谢科学妹，谢谢科学妹。那我们就1:1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三题喽。好，荡秋千时，荡绳最有可能在哪个位置断裂 ？A 位置最高 ，B 位置最低 ，C 位置，请抢答。又来，你还在想对不对？看看，哎呦，不好意思啦，伯爷。对，我知道这题的答案呢，应该会是在最低的位置，所以是 B。因为呢，重力加速度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到下面的时候，它的绳张力会是最大的，所以呢，会最容易断。对啦，因为在最下面的时候，感觉那个时候是最重的，它的绳张力应该是最紧张的，对不对？好，正确答案其实是 B 位置最低。耶。好，那我们用了实验来验证看看。好，那这就是刚刚的荡秋千，只是我中间用橡皮筋，好来观察它的张力变化情形。好，好，那我先摆一次看看，你们观察好里面橡皮筋的长度变化，好哪个地方最长，哪个地方最短。好的 ，A 点感觉就比较短。A 点的时候橡皮筋是最短的，对。然后 B 点的时候橡皮筋反而变成最长的，真的耶。所以看到这个。长跟短就可以表示说 B 位置它的绳张力是最大的，对不对？对，没错。那我们再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一下它的张力变化。好，好。所以一开始呢，好记得好没有摆的情况下，这时候好橡皮筋长度是这样子，是是。好，那我们给它一点小角度看一下，其实也是有变化，但是幅度并不大。对，好，那我们再用更大的角度来试看看哦。好。哦、oh, ，这个就差很多了。一样是在最高的位置的时候，它的橡皮筋是最短的，橡皮筋最短。然后在最低的位置的时候呢，橡皮筋拉的是最长的。所以在摆荡的过程中，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它的速度变化情形？从最高到最低的时候，哪地方速度最快？最接近，最接近最低点的这个位置。嗯，没错。所以这里我们会知道说，速度越快的情况下，它的张力就越大。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摆荡过程中，它摆下来的时候呢，哦，它除了要支撑本身的重量以外，对，它张力呢就要改变它的速度方向，嗯，因此速度变化越大，它的张力就要越大。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哎，正确答案是 B。真的耶！明明我就知道。那我们公布一下今天的比数吧。今天是伟伟以2:1获胜。啊！恭喜伟伟，那我要来接受小惊喜了。Go go！ 好。今天我的心情是黄色，黄色 ，yellow，yellow。来，用身体感受绳张力奇迹，用张力绳在1分钟内做30下仰卧起坐，让张力排掉恼人的卡路里。什么意思？最近大家宅在家，怕大家越宅卡路里堆积越多，所以我们准备了张力绳。哦，这个就是张力绳。伟伟，来，博元，还有瑜伽垫，准备好了。今天你也可以啦，你早上就搞到床边边了。没错。来，预备，开始，1、2、3、4、5、6，力不从心啊，7，加油，8，哈哈哈哈哈哈，力的部分，生活快科学。小事，踹科学帮你找点子。伟伟同学，是，我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看你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的？好的。这边有 A 绑法跟 B 绑法，然后我现在如果要垂降逃生的时候，你会选择 A 绑法还是 B 绑法？我觉得这应该看起来蛮明显的吧，就是选择这个 A 绑法。你看它这样子，感觉就紧紧牢、很牢固的这样绑着，当然是选这一种啊。是不是？是。我跟你说，我本来也是选择这一个，但是我后来看到答案的时候，答案是这一个，是这一个，这个感觉很松哎，你确定？我确定，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不知道啊，你去找答案。哎，对，不是啦，问一下科学妹啦，来啦，科学妹，我们需要你。
大家好，我是灰色战士。嗨，科学妹。灰色战士，赶快赶快，是不是我们理解有什么问题？你看啊，这个绳子它绑得非常的牢固，都没有什么空隙，感觉就很稳啊。可是你看这一个，它的空隙那么大，感觉我们人如果垂吊在这边的话，它就会来会去，它不是反而更不安全吗？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一般我们会觉得说，是下方绳子会因为太重而断裂吗？对。但其实还有一个关键是，上面这绳子怎么绑才是关键啊。它可能会断裂在这个地方，而不是断在这里。啊，是哦。那你还没印象中上一次我们提到挂画的例子？那挂画的时候挂那个画的重量是一样的情况下，对，那是不是角度越小，它不是就张力就会相对的比较小一点？我没想到两个是一样的事情。现在这个角度呢，就比这个还要大很多嘛，那代表这个角度它所产生的张力更大，所以会稍微再危险一点。那我们来做实验来示范一下这两种绑法它的张力的大小情况。哦，好啊，怎么做？好，那这里有一个绳子，上方呢就是绑住柱子的绳子，那这里我们绑一条橡皮筋，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看它的张力大小情形。那下方这里呢，一样就是同样的重量。那这时候我就要博远帮我当个模特儿。好，模特儿怎么样？这个 model 的 pose 也是蛮老气的我学你的。那接下来呢？但是我们今天的模特是不是这样子？而是这样子。帅气的是不是？哇，我可以。好，那我把手张开一点。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挂绳挂上去，看一下它的张力变化。挂到我手上吗？好，等一下好，现在有没有看到？张开的时候，这时候角度比较大，这时候弹簧长度就是这样子。对。好，现在请你手稍微缩小一下。你说这样哦。好 ，OK。那我们再看一下弹簧的橡皮筋的变化。真的张力比较小整个变短了所以这个是跟角度有关系啊，我们刚才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对，角度大的时候呢，它的张力就会比较大。大，啊，但角度小，张力当然就比较小一点啦。啊，所以就会比较稳一点点。可是你刚刚是不是把我当一个架子啊？对。还讲成模特，害我开心了一下。没关系，好，我们会用就好。所以这是我们俗称叫 Y 字型的绑法。可是啊，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这种例子，通常好像是这样。就是家里面的上往下掉的，像是那个吊灯，对，还有盆栽，对，都是这种由上往下掉的，是不是也是遵循着角度越小，它张力越小的这个道理？没错，我的观察力很好。像这种吊法例如说还有像吊床啊，任何 Y 字型都会遵守这样的原则，就是这个角度呢，要比较小一点，张力比较小，比较安全。但是角度要小一点，这样我们是知道了。但是到底应该要小于几度啊？如果是像这种一个绳子挂过去、绕过去的话，这角度大概在60度以内会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啊，今天回家之后就要好好的来观察一下家里的吊灯啊什么的，有没有大于60度？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稍微调整一下喽。没错。你刚刚说到那个盆栽我突然就很有画面我觉得我可以把我家打造成完美咖啡厅。啊？为什么？就是啊，我明天就去买一大堆盆栽，这样子吊，然后都要小于60度，很安全。然后我家就变得好漂亮，好多人都可以来观光好赞哦！那我要去拍照。那你先练习 pose 啊，第一个。你这个肚子很老气耶！快点跟着一起啊！怎么？人家我要这样，今天非常谢谢灰色战士，我们都已经跟张力变得越来越熟了，我想大家应该也是那下个礼拜又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科学等着你们呢？那科学，我们下次见啦！拜拜。